早晨，今日太平山登高，由香港公园出发，经缆车径、七咸径、医院径、山顶公园、四方亭大丘，大丘之后上西高山，落翻港大散队。而家系9:00，我哋向香港公园起步。我系经过奥林匹克广场，咦，去啦，换新机，使唔使俾钱噶？梗系保啲我哋，有得观鸟园。早晨。而家离开公园，上咗嚟坚尼地道。由坚尼地道转上缆车道。我都打上镜啦，咁靓。而家上到嚟麦当劳道，前面有个站，睇下见唔见到缆车啦。咦，站隔篱有个巨型专门，打翻张卡先。咦，打完卡，三车缆车就到咯。位靚啊，老哥，呢、這個位靚就過嚟打卡啦。但係咧，呢個位而家進入蒲魯園徑，咦，又見到纜車路喎。仲有戲喎、啊？有有有。但係呢度，但係呢度依樣都好金㗎。平啊嘛。係啊。我好多塊。係，終於引到上嚟梅道啦。喺梅道可以望到成條路軌上去山頂。而家人做梅道，住上七咸径，前面七咸径一号啊，过嚟打翻张卡先。哇，好凉啊！哇，好正呢度，远道呢度，好靓啊！哇，系喎，好风喎、啊，私奋路过咗医院道，过咗私奋路，系啊，到啦，斜佬上晒啦，差唔多啦，跟住转上分离径。喺呢度望落去咧，啲楼都遮住晒维多利亚港啊！响观景台打翻张卡先，打完卡直行，前面就系凌霄阁，沿住柯士甸山路上去山顶道花园，好快就又到山顶道花园啦！哇，好靓喎！一二三，啱啦，系咁，唔好喐。哇，又薯条又包，乜咁多嘅？靓咗咪请食嘢啦。咁你食唔食先？而家嚟到山顶花园啦，嗰度好靓啊，个艇啊，
哇，犀利啊！好啦，而家上到嚟山顶四方亭大丘啦。喺山顶望落有三张嗰座南丫岛。西高山西边，跟住嗰边落。大丘号我哋沿同乐径落山。条条路都窄，所以一个跟一个落山。我都是橫棚啊，分 A、B 隊 ，A 西高山 ，B 龍虎山。好啦，咁我哋邊隊由呢邊啦嚇。今次我跟 A 隊西高山。上手機啦，好上啦。嚟到呢度咧，就上西高山嘅入口。系啊，哇，好犀利啊！你都系啊？咦，打横行即系到顶噶咯？系、哎、到标高处啦！西高山高494米，呢条咧又系呢度咯，孟泉洲大桥又系啦。啊！嗰、那個海怡半島，我哋再坐地鐵去到啦。啊，唔晚啦，全部走啦，全部走啦，翻落沿路翻落去啊！落到橫棚坳，我轉下力度。哦，佢行咗啊！落山啦，落山啦！落山落山，翻歸啦！好，落嚟啦，落嚟啦！因為落完雨，我由下力度落嚟啦。啊！誒，同阿瑤瑤嗰時咧。你唔知系咪应该好似离开龙虎山观景台，我哋跟住港岛径第一段落山。教会朝头早两个礼拜咋？哦，10:00至11:30啫嘛。哦，咁你都学到琴。而家离开港岛径，进入林道，盖港大。系啦，点啊？我下个司仪系佢啦，接班人啦。仲林炮台咯。好啦，而家离开林道，到龙虎山街嘅公园四号凉亭，有两个孖公仔。而家行紧呢段路咧，就系龙虎山街嘅公园嚟嘅。去边啊？想去摩星岭啊？点样行啊？摩星岭啊？打完一刹，我就离开龙虎山街嘅公园，再行到海大学道。好啊，一大下。今日嘅难度属于三星。全程10.55公里，大约用了4.5小时完成。今天我上到最高518米。多谢收睇，下次再见。